澎湖下午举行了沙滩婚礼，19对来自各地的新人来到了澎湖，要为自己的人生大事留下美好的回忆。对此，澎湖县政府也首度开放了神秘的军事景点，让新人到里头拍摄婚纱照，而里面都是由铜片所组成，就是要祝福他们的爱情能像铜墙铁壁一样坚固。新娘穿着一袭漂亮蓝色婚纱，裙摆飘逸，摆出最美 pose 拍摄婚纱照，而背后全是铜墙铁壁。这里是澎湖的神秘军事景点，过去曾是日治时期的弹药库房，为了保持恒温，整座库房盖上满满的铜片，而且不曾对外开放，这次特别提供给新人拍摄婚纱照，连摄影师都觉得很新鲜。非常好，因为这个景点第一很特别，然后第二它反差非常大，可以衬托出礼服的那个味道，很特别，因为其实其他地方看不到这种景色。除了军事景点，也有新人来到号称小希腊的外安村拍摄婚纱照。1、2、3，安全好。OK。站在山坡上俯瞰整个村落，再配上澎湖的蓝天海域，异国风味十足，也相信此刻的美景将会永存在新人心中。记者吴欣杰，澎湖报道。